冲向了青鸟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的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更苦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途不知后退，将梦想萧炎和小医仙紫炎、新兰穿越空间虫洞前往中州的途中，竟遭遇空间风暴侵袭。面对唯有斗尊强者才能逃生的空间风暴，不愿放弃的萧炎脱离空间船的庇护，全力将同伴安全送出空间虫洞，而自己却被空间之力吞噬。摆脱了空间之力的萧炎被意外传送到中州北域，幸运的他被带队回天北城的韩雪所救。为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，萧炎隐藏身份赶走拦路打劫韩家车队的妖兽夏蟒。此时萧炎并不知晓他和韩家渊源匪浅。我韩家没有两女共侍一夫的惯例，你洪家的荒唐要求我韩家绝不会答应。韩伯父，您或许还不知道，小侄前些日子已经正式成为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。怎么会如此？韩伯父，我洪家今时已不同往日，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，您说对吗？无论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，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。哼，韩伯父，我已经派了两名长老去请韩雪了。摧残时所遗留在体内的。萧炎先生，喝点水吧。还好有那位神秘前辈相助，不然的话恐怕大家都已葬身万圣峡了。多谢。哦，不用，你留着吧。说起来也奇怪，一般若非认识的，很少有人管这等闲事。这世道还是好人多的，正如韩小姐
与我素不相识却救了我一般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？一路失误颇多，倒是忘了多关心关心你。一个人来中州，一路上定是不易吧？我是与友人一起来中州游历，不料在空间虫洞遇险，幸得韩小姐所救，在下感激不已。他内伤果然极重，那位前辈应该不是他伪装的。不必如此客气，你体内伤势不轻，尽量多休养。多谢韩小姐关心，这点伤无大碍。谢小姐，我们洪家家主有请，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做梦！兄弟，这是那位神秘强者。先解决了这两个麻烦再说。阁下面生得很，想必是第一次来天北城吧？带着你的人滚。阁下想必没听说过洪家吧？在天北城得罪了洪家，可滚！哼，狂妄的小子！你以为凭着偷袭击退了老夫就打得过我二人？你们休整一下，我来收拾他们。这小子竟敢如此嚣张，动手！玄火洞破气掌！错的斗气融合技，只是很可惜，火焰对我没用。动手了，自然不能轻易离去。他们，便由你来处置吧。多谢萧炎先生出手相助。不到三个回合，便能直接生擒两名四星斗皇。
放眼我们韩家，你南巡几人能有这等实力？看到了。整队，立刻赶回韩家。是是。韩家姐妹，不嫁也得嫁。你洪家可别太过分了。洪尘。你要是敢动我妹妹，我定会让你不得好死。韩伯父，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，一会儿韩雪来了，我可不好交代呀。父亲，姐姐，我回来了。雪儿，你没受伤吧？韩月学姐，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！这两个老家伙，连个斗王都抓不住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韩伯父，这亲我是结定了。若是你们韩家不识抬举的话，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。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，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有人能打败我，我洪家十年内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。当然，若是败了，那韩月、韩雪就都是我的人。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，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者，这必是就是欺我韩家无人。可若是风雷北阁插手此番争端，好，这场比武我们韩家接下来，不过若是输了，我嫁与你，但我妹妹不行。依你，先娶姐姐也行，妹妹就等一下吧。姐，我绝不同意。参战者必须是韩家人吗？萧炎。韩月学姐，几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姐，你认识萧炎先生？这位是谁？啊，这是我在迦南学院的学弟萧炎。哼，你们可以请外援，我红尘可不惧这些。一言为定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今日侯某便告辞了，三日之后我们天师台上见。哎呀，这里实在是太闷了，走。你怎么会来天北城？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，我来见识见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萧炎和我一样是内院的学生，他还是内院强榜榜首。哦，据我所知，能成为迦南学院内院榜首，小兄弟真乃人中龙凤啊。这位是我父亲，也是韩家家主。韩伯父过誉了。鱼儿，三日后你与红尘的比武可有把握？以我的实力要战胜红尘恐怕困难，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同辈之中能进入斗皇层次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就当作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，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。要不让我来吧。你？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。放心吧，短时间内便能恢复。小子萧炎，愿带韩家出战。这小子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？我看够呛。不是我不相信萧炎小兄弟，只是那红尘放眼整个天北城，在同辈中难逢敌手。我对萧炎先生充满信心，希望他可以代表我们韩家出战。雪儿，你确定？
父亲大人，我相信萧炎先生的实力，这一路我可是亲眼见证，他稍一出手就逼退了夏芒，更是在三回合内以一敌二，生擒了红木红烈。我了解萧炎，我觉得萧炎有资格代表我们韩家出战。你们的眼光为父相信，只是生擒红木二人，红尘也能办到。况且这种比试刀剑无眼，若是萧炎小兄弟为我韩家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可过意不去。父亲，你不相信萧炎先生能打败红尘？月儿、雪儿，既然你们对这位萧炎小兄弟很有信心，那让舅舅先来试试。毕竟此事关系到韩家的存亡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舅舅，你……那便请赐教了。若是小子在十回合内被前辈击中一次，便算我实力不济，甘愿服输。哼，看来萧炎小兄弟对自己很有信心呢。这小子还真是狂妄，韩田可是八星斗皇，与那红尘也不相上下。是啊，这小子如此轻敌，只怕是要吃亏。放心吧，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，但更多的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。萧炎小兄弟，你可得小心了，我这九转风油步是我的成名之计。机缘巧合之下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，韩天前辈承让了。萧炎小兄弟，你能在斗皇级别操控空间之力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这场比试是我输了。萧炎小兄弟，若我韩家能度过此次危机，你的恩情莫齿难忘，我韩池愿意付出所有代价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念完几圈，何时会相见？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诚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，
去到那神殿，也许。